你可他关键要钱，你可以不给他，他给你多大压力啊？啊，说你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在这种压力下，你选择跳楼，那显然你个人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当然不能去过度的去责怪苏小茂，因为他已经是在天之灵了啊，他不知道我们今天全社会对他这个事儿是什么反应。那么第二啊，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呢，还有一点啊，就是。 苏小茂呢？他缺乏一个基本判断。什么叫基本判断呢？他认为，翟欣欣的出现是他的爱情到来。我们先想一下啊，他跟翟欣欣是怎么认识的？他不是偶然相识的，他也不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的，他是通过一个婚恋网站。婚恋网站不能保证商品的质量。 就是不能保证这个商品的，啊，背后的真伪。那么他忽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接受如此漂亮、跟他条件啊完全不相符的一个女性的话，他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智力判断？我说过多次啊，我说一个人的能力，在这个社会的上的体现，不在于你能如何准确的评估这个世界、评估别人。 而在你能够准确地评估自己，我觉得苏小茂就缺乏评估自己的能力啊。他不停地啊，这个去看别人的好，他认为他的爱情以排山倒海之势就涌来了啊。上天给了他这样一个机遇，他就没想到这个机遇是个陷阱。你想，一米七多的一个美女啊，美女硕士，冷不丁的爱上一个一米六的你。 我看到网上有一段他哥哥说的话，哈，就是说，他弟弟呢，就相信他的爱情到来，所有人都不相信这是他的爱情，因为很多人都怀疑，啊，一开始就怀疑翟欣欣的这个动机，但苏小猫本人相信这段爱情，而这段爱情我们可以看一开始的啊，我们公众知道的这些信息，比如说买车、买房、要钱买钻戒等等。 这些信息理论上讲都是不良信息，这么多不良信信息的累加，你居然对这个人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，那我认为，你的心智有问题。心智啊，和智力是两回事。一个人可以非常的聪明，但他心智未必健全，就是他缺乏判断能力。那么苏享茂和翟欣欣这个事件呢，给我们一个社会一个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因为。 两性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，它是由没有血缘关系啊变成了超越血缘关系的一种人际关系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生活中啊就是三类人，我们说过熟人、亲人、生人，是吧？熟人啊要亲，亲人要生，生人要熟啊。说我们讲过这个罗圈关系。 那么，在你的亲人当中，跟你最亲的人一开始是你的父母，后来是你的子女，因为他跟你有直系血缘关系。但是在这之间，有一个人会杀进来，这个杀进来的人呢，是你的对象啊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他跟你之间原来是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血缘关系，有血缘关系你还不能结婚呢。那么他有这种。 毫无关联变成了你第一人际关系。什么叫第一人际关系？就是一旦你的法律婚姻成立的话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发生的一切问题，你们俩之间都是第一继承人，对吧？你的关系变得非常的近。那么，在社会学的角度上讲呢，这个人际之间的最亲近的关系，反而是没有血缘的关系，是一层性关系。这就是你的婚姻。 所以，这种婚姻关系的改变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极为谨慎的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那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，还有这个跟这个类似的很热闹的事儿吧？比如啊，有这俩这事儿，我是一丁点儿都不关心，都是编导告我的啊。这俩人名儿都让我记半天，一个叫薛之谦，一个叫李雨桐啊。说据说这个薛之谦是个歌星啊，这李雨桐是个网红，这俩人呢？ 跟天下的事儿是反着的。上一个呢是，啊，按照公众的认知叫女的把男的给坑了。这个按照公众的认知是男的把女的给坑了。这个我跟这些人都不认识啊，听说都没听说过，也无冤无仇。我们只是对这个事儿就事论事儿啊，各自的粉丝也别喷。那么这个网友是这么说，网友啊，中国的网友厉害，我特别爱看啊。 很多事件网友的这个对事情的这个评论，因为每个网友都有他自己的啊这种思想角度和说话角度，所以有些网友说出来的话呢就振聋发聩。比如有网友就评论这件事儿说啊，人家都是拿老婆的钱呢去养小三儿，说这个倒好，这个是拿小三儿的钱来养老婆，说真的传播正能量。这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了啊，当然这个也不是正能量了啊，但是起码他跟我们。 知道以前的那个生活状态，拿家里的钱去养个小三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个薛之谦呢，跟这个李雨桐呢，俩人合作开网店以后呢，薛薛之谦呢就突然就宣布啊，就宣布就是说跟他的这个前妻呢，就是又和好了。那么这李雨桐呢就过不去了，说、啊、你跟我这儿弄了这么些日子啊，咱俩都把这网店做起来，又发了财了，你突然又宣布。 跟我不好，你又回去了，你又跟你的前妻又弄到一起去呢？那么这时候呢，于李雨桐就认为，就那钱是我们挣的，这钱有我一份儿。那你把这个我的钱都拿走了，给你的前妻，那我心里就过不去，就患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据说还怀了孕，还打把孩子给打掉。那么这些啊口水之战，我们现在不是法院，我们也没法去看这些证据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先就网上公开的这个信息呢，啊，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。 这件事首先是啊，李雨桐跟薛之谦之间呢没有形成一个法律关系。如果他们俩在开网店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法律关系，就是说你领了结婚证，那后面的事情就不是这样。那现在你跟你的前妻虽然离婚了啊，办了手续，但是你复婚呢，就是严格说复婚跟结婚没有区别。你跟你的前妻这个复婚和结婚是是一一样的事情。 那么你复婚以后呢？你把跟这个女孩子一块儿合作开网店的钱呢带走的话，那么就形成了今天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公众舆论对这个事儿是不容的。公众的认知啊，全世界公众的认知都倾向于一种朴素的认知，他不考虑的司法上应该谁占多大比例，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只考虑。 我们感情上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儿？如果说薛和李两个人共同啊，在这个社会上打拼，创下一份家业，然后你一把这个家业全部带走给你的前妻，那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出现。这个是什么问题呢？叫阴谋。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？你要把挣来的钱带走？ 我想哈、啊，两个人在一起分开都是随时都有这个权利，因为你没有结婚嘛，你没有法律义务要，要在婚变的时候啊，要采取财产分割。你只是两个人混在一起，那么就是看谁能出示证据去在法律上啊，争得自己合法的权益。那现在呃，女方认为这个网店是我们开的，我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，你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，你不能把我跟你打拼下来的这个财产全部带走。 那么男方呢，是不是全部带走了？我们也不清楚。但是，对于公众看见这件事而言呢，公众认为是男人骗了女人。前面那个案子是女人骗了男人。那我想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社会这类的事儿呢，这个很多。其实它不是越来越多，它是很多，是因为信息社会会把这类事儿放大。我们过去有这类事儿，只限于一种。 这个局部地区的认知，比如这个单位的人人，呃，知道这个事儿，出了单位谁都不知道；或者这个社区人家都知道，都是天天大妈在那儿传啊。这个一个社区出了问题，这个社区的人都知道，他也不会传到社会当中。但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社会呢，会把一些很私人化的事情传到全国，人所皆知。呃，你比如啊，这个马蓉和。 王宝强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去年就开始闹啊，去年的夏天闹到今年啊。王宝强突然就在网上宣布，就说我要声明离婚啊，说我妻子出轨啊，跟我的经纪人。这个很快他就解除了他跟呃老婆和这个经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。那么这个关系呢比较复杂，它不是两个单纯人之间关系，跟翟欣欣和苏小茂不一样啊，它是一个三角之间的关系。那么 呃，现在的消息是啊，就是前些日子宋哲因为职务侵占罪被抓啊，这个将来这个自有公论，大家都看得到，才会有一个结局。那么马蓉认为我们的婚姻呢还是有感情的，我也不愿意离婚。这些事儿都是由他们自己去处理，我们这个也不能假设问题，问题是不能假设的，问题发生就发生，没发生就没发生。啊，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在他们这场婚姻婚变当中。 他的有什么道理存在？我老说婚变是我们人类啊，这个婚姻行为中一个最正常的状态。大部分人的婚姻都在一生中啊都会磕磕绊绊，很少有一和就是，呃，如胶似漆的白头到老啊。从结婚那天起，就跟每天都跟新婚一样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也不是说没有，有。 微乎其微，但大部分人在婚姻中都会有磕磕绊绊，磕磕绊绊如果到了个极限状态，那只好一分两散，对吧？所以婚变这个事儿，全社会都能容忍，不仅是今天的社会容忍，在中国过去古代社会都能容忍婚变。但问题是啊，两个人结婚啊，婚变这个问题不能事先设计的，尤其不能介入第三者参与设计。 我说王宝强的婚姻啊，和马蓉这个婚姻中间加这个宋喆，主要的问题是在这儿，它里头有阴谋，有阴谋就超越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结合和分裂，感情是可以结合的，也可以分裂的啊。这个每个人在这个漫长的婚姻道路中，有可能是双方不和啊，八字不和啊，生肖不和，血型不和，星座不和啊，分了。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介入，比如财产问题，突然有人变成巨富啊；比如有其他的人的介入，比如我又这个男性又碰到漂亮的女性，女性又碰到碰到了有才的男性，都可能导致婚变。但如果在婚姻这个人类啊文明社会的最干净的一个关系中，设计出来一个第三者，而要侵吞你的财产。 利用婚姻侵吞财产，是今天的社会乃至全、呃，从古到今的社会所不容的。我们仔细想啊，这三个案子，第一个翟欣欣案，第二个是这个薛之谦案，第三个是王宝强案。这三个案子之间直接引起轩然大波的，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，而是财产。 财产是我们今天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，所以天天有人教你怎么样的发财，怎么样的财务自由啊！天天有人告诉你谁是首富，那些首富我跟你说跟你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天天有人给你设立一个小目标，而这个小目标有可能你终身拿不到。但爱情每个人都有，多穷的人啊，就连过去的连叫花子都有爱情啊！所以爱情跟财产一旦绑在一起。 很多事情是说不太清楚的。我们大部分的成年人啊，如果在这个生活中呢，突然有一段时间陷入一种愚钝状态呢，一定是陷入了爱情状态。无论男女，只要是他真的觉得他自个儿进入了一个爱情状态呢，他马上智力就变得非常的低下。苏小茂是一个，对不对？ 我觉得王宝强也算一个。这样说他的呢，对他不公，但是他确实因为有爱情迷住了他的双眼，所以他就变得比较迟钝啊。我们先不能说他变得比较愚蠢，愚蠢这话有点伤人。但是，但是他们确实变得非常迟钝。你想想，这个苏小茂这样一个人啊，啊，优秀的程序员吧，你不能说他不聪明吧，他比一般人都聪明吧，他是天才程序员啊，他智商在很多人之上啊，但是。 他面对翟欣欣这样一个女子，他一点辨识能力都没有，他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怎么想，对方在这样管他要钱的情况下，他认为钱能买来爱情，所以自个儿变得非常的愚钝。人在情感面前变得愚钝呢，是从古到今有定论的，啊，比如西方人认为啊，在所有的间谍当中，成本最低的就是色情间谍。 嗯、很多年以前，大概是一九一九六几年、一九七几年的时候，有一本写这个前苏联的色情间谍的书，那个书就书名就叫《色情间谍》。那个书里就是在讲哈、啊、人怎么利用情感获得对方的信任，所以色情间谍在获得这个呃情报的成本上是在所有间谍中最低的。他为什么最低呢？就因为情感能迷住对方的双眼，嗯。 他就真的相信这个爱情就来了，他有这种训练。我们古代也有啊，古代三十六计中有一个计叫什么？叫美人计呀、啊。美人计就是用这种色相啊，或者用用你的出众的相貌迷惑对方啊。你比如我们知道的西施啊、貂蝉呢、啊，都属于这类。我们过去最好的一个方法啊，跟少数民族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亲呐、啊，把自个儿的像文成公主啊，把自个儿的公主嫁出去啊，让。 获得对方的一个信任，那么我们再仔细想想哈、啊，什么是爱情？爱情就是两个人都愚钝，两个人都变得比较愚蠢的时候，这爱情就真的来了。如果只有一个人愚钝，另一个人非常的清醒在设计，那就是欺骗。我想这个苏小茂啊，王宝强。 这个薛之谦啊，就这三个案件啊，就是三个社会上比较关注的事件呢，都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一个这个提示。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？是他们三个猫，你看啊，这三角关系啊，都互相很警觉啊，互相算计啊。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评估自己的能力，找一个跟自己对应的人。那么。 呃，我们过去啊，我们讲过启功先生啊，启功先生呢，这个自己的婚姻是包办的，包括胡适先生婚姻都是包办的，呃，人家也能安稳的和和美美的过过完一生，人家也有爱情，人那里没有欺骗。那么我现在所说的啊，就是爱情啊，不分男女啊，我们对。 女权主义者也是这个态度，不要认为我们说的话是男人选择女人的较为爱情，女人没有权利选择男人，一样没不是这个问题。今天男女之间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择，你当你认为不管你是男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当你认为一个伟大的爱情向你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清晰的有一个头脑，要考虑这是不是爱情。